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中美台的关系，对我们台湾来讲呢，是好是坏呢？当川普最近不断的 cue 到我们台湾嘛，岳老师你有看到对不对？看到川普又叫我们付钱呐、啊，对。但这个言论他已经讲了不是第一次嘛。就是我们偷了他们的芯片制造业。对哦，台湾很多那个芯片制造业很生气，说这是我们用肝换来的。对，但是你讲这个没有用了。对了啊，所以在川普的认知当中，当然他又最近又讲，如果真的跟中国大陆开战的话，我们会打得他落花流水。当选举语言大家可以理解，他之前也赞美习近平嘛，不管你喜不喜欢他啊，他是个聪明杰出的人。那不止他，他的副手范斯哈也不断地提到台湾，台湾是全球晶片关键生产地啊，原台比原乌克兰更重要啊。还有这个这位美国这个学者也是讲，台湾哦对于中美都至关重要。反正最近在这个美选倒计时，台湾频繁的啊这个浮上台面，频繁的被这些政治人物 cue 到啊，当每句话都让我们这个惊心动魄了。不过美国也是不平静，那目前为止好多张选数百张选票被烧毁，很多这个投票箱遭到纵火、啊、所以这个岳老师来预估一下，这次哎川普入主白宫，你觉得胜率多少？我觉得我在亮哥面前讲啊，我自己感觉到起码有54%，太低了啦。不是啦，我就是看到你，我就因为你是政治专家嘛，我这没有人讲到80%，这亮哥觉得对不对？因为我跟你讲这个接近70%，不是。那我说两句话，这个不是在比数字的啦，但是我们都看好川普，但因为美国的选举制度非常特别，很好算。嗯，哎，摇摆州，美国非常好算，因为你纽约州、加州人不支持川普，活该，他无所谓，他也不去。他到了纽约市去了以后，他也是他在纽约市长大的，所以他无所谓这个。但是我觉得里面真正的重点就是说，川普一旦回来以后，他会针对于中美台的关系会做什么事情，这个是我们要讨论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。那我觉得说，这个前不久上个月，如果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说是贺锦丽好像声势比较大一点。那现在这个整个翻盘的主要原因，当然就是马斯克嘛，当然就是马斯克。马斯克出那怪招，拿了7500万美金啊！天哪，100万美元，乱发、啊，真的是乱发、啊，对不对？你要了解，就是75天这样子，每天发100万美元，我跟你讲，这他有集中发宾州。宾州对其他的宾州100块，其他47块，连一半都不到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是说他马斯克是算得非常准。好，但是我的分析讲，我是会觉得说，目前为止我自己所看到的，美国所有的企业家说，在一片反中的情绪当中，唯一啊科学家也好，企业家也好，这个最著名的人物，对中国的印象最好、讲的最中肯的，就是特斯拉工厂在上海里面工厂又雇了50万人当中，觉得中国人勤奋，中国人好用，中国人本身也不需要什么工会啊，这些通通都被这个德国、美国的这个特斯拉反对的不得了啊，没有工会啊，什么骂得一塌糊涂。马斯克在全力支持川普的整个过程当中，川普，哎，我觉得我不知道有没有犯法。川普讲说，他马上就要当我什么什么这个秘书那个秘书，我的天哪！这个没有办法。这个你是觉得没有办法？撒钱是有可能办法。如果我这样啊，什么民主怪事发生在台湾，通通都犯法啊，除了那个大法官事件都不犯法以外，其他都犯法。那个我觉得这里头当中的话呢，将来川普要重用马斯克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对台湾会是好事吗？啊？啊，川普自己也讲说，对着他那个 John Bolton 讲的 ，John Bolton 讲说啊，我们对这个大陆要强硬的时候，那川普讲说那个打了个笔，这个角落是台湾，整个桌子，整个桌子都是大陆。那你现在这种情况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心里啊，因为我觉得美国现在这个选举的情况，我自己会觉得川普一旦上来以后，现在啊，大家都忘掉川普干的坏事，都说他好的不得了。完全是 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， 完全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啊，都好。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这个也很不能够相信，但是有一点是非常重要，就是说，川普本身据说了，好像支持他这么明显支持他的财团，好像就马斯克一个人，其他人都在支持贺锦丽了。啊，然后要不然的话，才能不敢像马斯克这么高调的在支持他，所以我觉得川普本身来讲会在这个表现当中。那话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，台湾的确是在美国这次大选当中非常重要。重要的理由是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今天的乌克兰，明天的台湾，就喜欢这样子比，
这个不是我自己在唱衰台湾的未来，就大家都这样做比较，所以范斯也自己在讲说啊，台湾比乌克兰重要。但是我每次听到这个比喻啊，就会觉得很难受啊。我们有没有不要战争的自由啊？啊，我们现在就说算了，你这个民主我也认了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活着不要战争呢？我觉得川普本身来讲，他自己说过一句话，就是我认内就不会打仗了啊。自己讲你们说这个朝鲜不好，我跟金正恩好得很啊。你们说中国不好，我跟这个习近平好得很啊。他都讲这种话，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觉得包含普丁在内的话，都会，甚至于包含纳坦雅胡，你说啊，纳坦雅胡说连续晚上打电话给他。川普都在那大嘴巴乱讲，说纳坦雅胡昨天晚上又打电话给我，那拜登听了什么感觉？所以说大家都会觉得川普做事情好预测、明快。谁怕呢？乌克兰泽连斯基很怕，欧洲人非常害怕。对，我要让这个亮哥补一下啊，因为当然这个以美国的独特选制来讲啊，所以就不是说这个像台湾这种普选制，所以你这个怎么讲？你这个民主党在纽约、在加州拿再多票也没有用，对不对哦？那个关键的小州非常的重要。那第一个就是说，会不会有所谓的哈里斯意外呢？最近很多媒体在讨论这个问题，贺锦丽意外。那第二个当然还是从台湾的角度出发，像昨天帅将军在现场，他就很直率的讲啊，哦，川普是个生意人，他好交易。哎，对我们台湾来讲，有时候说不定被交易掉也不是坏事，至少不会什么焦土战呐、巷战呐啊，死一堆人，打成像废墟啊。亮哥的看法呢？我觉得川普至少是明确了，那拜登他讲的话都不一定算数啊。那中国大陆认为就一路骗嘛，被骗嘛，啊，所以根本摸不到那条线在哪里啊。那川普我觉得他就是他上任之后啦，基本上他讲的严重的事就是红线啊。可是因为他是啊谈判专家啦，生意人嘛啊。所以我认为他刚上任的第一年会跟中国大陆会有蛮多冲突的，这个叫累积谈判的能量啊。那2026就开始交易了，就是会在多个领域交易。那多领域交易是大国博弈的特色，就是我拿这个换你那一个啊。所以我觉得赖清德恐怕要皮要绷紧一点啊，因为我认为他不会允许你乱动，所以他只要当选120之后，大概就是美中严格看管赖清德了，你不要乱动啊，我们在做大事，你不要乱动啊，那不要乱动就没事，那乱动就有事，因为乱动让大陆就有话说了，那也要做反制啊，啊，因为如果联合利剑本来照今年的节奏是每年大概会有三次嘛，对。因为赖清德有三次讲话的机会嘛，对不对？元旦、520跟双十节，对不对？那你我那个川普120，他实际上是11月5号就知道他当选了啊。那结果你元旦给我丢个炸弹，那我1月20号要上任，你是干嘛？我认为他赖清德不敢惹这种事了，因为川普这个人出手是很重的，我跟你讲，他出手是很重的啊。事实上已经有人在说，他说那个保护费啊，保护费根本就不是军购了，你太小看他了。我们买到现在的军购加起来啊，有人试算过了，赖世宝算的，加一加大概258亿美金，对的，200多亿美金，258亿，台积电第一厂就650亿，所以我跟你讲啊，川普讲的保护费就是台积电了。就是你第二场、第三场、第四场、第五场、第六场，你都赶快给我盖了。他现在甚至还传出啊，说因为拜登那个晶片法案，台积电4月8号去申请补助款啊，到现在还没拿到。对啊，川普说不用啊，他说只要用关税就可以了。66亿美金啊，啊，那川普就说：“哎，你赚很多钱呢，我怎么要给你补贴啊？”是啊，可是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成真，因为。拜登那个晶片法案是说量产之后付补助款啊，那台积电刚好年底要量产，刚好很不幸是川普当选之后啊，那就会有一些变数了啊。那我觉得这个大选，我觉得贺锦丽要扭转真的非常困难，因为我跟你讲啊，通常我们看美国的大选，民调民主党至少要赢
2.5% 以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加州人口太多，所以总民调民主党是一定赢的，历来都这样。那个 Hillary 就赢2%、啊、还是输啊？啊，那他有一些关键州目前看起来都非常麻烦，我也看不到解方了。比如说宾州19票啊，那宾州要死不死都是石化业。那贺锦丽刚好是环保的激进派，所以那个民主党的参议员 Casey 不敢跟他同台，不敢跟他同台啊。这19票啊 ，Michigan 15票啊，州长也是民主党啊。那结果要死不死，他的选民有5%是阿拉伯裔，那他们上次都是支持拜登的，对，死局了。哦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事情都发生了，就是这么巧。然后乔治亚啊，乔治亚上次拜登也是赢的，那乔治亚他的非洲裔的选民有31%，那结果贺锦丽的非洲裔的支持度只有77%。我跟你讲，民主党它有4种大票啊，一个是劳工运动，一个是非洲就黑人民权运动，另外一个就是环保激进派嘛，绿能的啊，另外一个就妇女，就堕胎权的。那贺锦丽只跟后面那两个熟啊，前面这两个才是最大的票仓。那贺锦丽跟人家渊源不深呐，啊，那不然乔治亚这种地方，你如果是奥巴马就一定赢的啦。因为奥巴马的黑人的支持度98%，所以现在都是他在帮他跑场啊。那讲话讲得越来越难听了，说我们黑人不可能支持川普了，因为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去救贺锦丽，反而挨了一顿骂，都不知道怎么救他，就是这个，我觉得他就是跟人家没有什么交往的渊源呐，不像那个克林顿整天都跟非洲兄弟站在一起啊，我觉得这个是他自己造成的啦，这个到选举才见真章。对，就说不是说你的党要不要支持你，而是你是不是让人家有那个热情要帮你拉票，是这种问题啊。这个我们就类比2020年韩国瑜在选嘛，那个反送中那个整个氛围对他是极不利啊，韩国瑜后来还拉到38%呢，表示帮他拉票的人都是很认真的。不然他冲不到38%了。那如果那年没有反送中啊，我认为韩国瑜一定会选到42%以上，啊，这个就是选举了。贺锦丽现在最大的麻烦就在这里，他的民主党的选民没有热情啊。我讲的是劳工跟非洲裔啊，那这两个我觉得是蛮致命的，哎，蛮致命的。好，当这个美国超级大国，所以这次这个大选我们看到攸关到全世界的变化，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俄乌战场上也是，如果川普胜选的话，可能那个暂停键就可以踩下去了。